签约正在继续，让我们一起在今天铭记啊这样一个非常荣耀的时刻，同时在今天也让我们感受到最为开心的时刻，把舞台交给他们共同见证本次的签约仪式。签约仪式正在紧张的进行中，签下隆重的一笔，画上神圣的色彩。在今天又是新的起点，新的征程，新的开始。那么同时在今天让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亲密的快乐，更多感受到的是饱满的激情。